真的受不了了。一个喜欢你的人天天跟你在一起有说有笑的，我怎么办？你让我，你考虑过我的感受没有？我们怎么有说有笑了？为什么加班的时候只有你们两个人？去几次我们俩都在，而且我在外边看到你们有说有笑的时候，我进去你们就分开了。你躲着什么？你怕我看到什么呀？我跟我上次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？你告诉我，你看到了什么？你不要看到一些什么都没有看到，你自己在这胡编乱造行吗？啊，这样，你说清楚了，我们可以理解了。但是他的不理解，你能理解吗？这个话有点绕啊。我其实一开始我是能理解的，因为他会吃醋嘛。我知道，涂老师，我知道，我完全知道。嗯。但是我不知道他每天问你这同样的一件事情，我觉得他完全不相信。我们俩在一起三年了，我怎么说他都不相信。如果有监控，我真的希望把监控调到他面前，让他看看我在做什么。李楠，我在做什么？我当时我真的什么都没做好吗？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，才弄到今天这个地步。纸，给你个机会。哎，你知道我以前也不这样。那你知道你上次喜欢你这事儿吗？我觉得他说挑衅他，我不太相信。不，你信不信？你上次说过这句话，就喜欢你，跟他说的。我相信。说实话，我上次从来没有跟我表白过，但是平时我能感觉到，他对你有好感，对我有意思。是。如果那个女孩。80后的李佳丽是李楠的女上司，她明确地表露过她喜欢李楠，她每天下班送他，而且打电话告诉你说她喜欢李楠，请问你作何感受？我说过，其实我能理解李楠。嗯，好，我也会吃醋。我问的就是这个。另外问一下，这个今天是你一个人来的？涂老师，我不知道他今天来没来，但是我今天已经给他发过短信了。如果他今天是个男人的话，就今天给我站出来。有没有人在第二现场？啊，有是吧？做好准备啊！有第二现场有人，明不明白？明白。啊，来，一起回头，让我们打开第二现场。你好。你好，主持人。来，自我介绍一下。我是任博文，就是陆雪的上司。哦，你今天为什么站在后边？你为什么不站到这儿说？我觉得你冷静一点啊，上台的话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冲突。主持人应该也看到了，他现在这种状态。他的状态似曾相识，很像年轻时候的我们，年少气盛啊，可以理解啊。你还是比较成熟一点，是吧？我想问一下，你是不是跟这个李楠说过你喜欢陆雪？那我今天不怕当着所有人面再告诉他一次，我是喜欢陆雪。陆雪，嗯，问一下什么时候喜欢上？我也不知道，就是为什么不向陆雪表白？因为我知道她有男朋友，所以我一直到今天为止之前，我从来没告诉过陆雪我喜欢她，更没跟她表白过，也没有追求过她。我怎么了？难道我没有喜欢别人的权利吗？你有什么资格喜欢？她是我的女朋友，她是我的女朋友。哈，但是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今天你却在大家面前说出了你喜欢陆雪呢？其实我今天来这儿是想把这事讲清楚，而且没有说今天要在这儿跟陆雪表白。不，你已经说了呀，你已经说了呀。对，是她男朋友问我，那我为什么不说？好的，我觉得我坦荡荡啊。那我可以理解你表白了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啊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但是你接下来跟陆雪还要在一起工作，但是你今天已经说白了，那你们还怎么在一起工作呢？胡老师是这样，因为我觉得首先我是有喜欢别人的权利的，我就而且而且在我们接触的过程中，我很尊重陆雪，陆雪她也很尊重自己，反而现在是她男朋友不尊重自己，更不尊重陆雪了。我是不相信你。你不相信我什么？还是你觉得我们做什么了？你都跟陆雪说那些话了，我还放心你跟陆雪在一块儿？
其实你完全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，但是你没有这样去做，因为你太年轻。博文倒是显得很沉稳，败了也不馁，继续祝福，胜了他也不骄啊。你刚才是特